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下，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色块啊，我把这个 alizarin 放进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属于一个 high key 的，你可以看到脸部的阴影线，所以它的对比是非常高的。因此，我们用暖色系跟冷色系，用极暖跟极冷。最暖的我们知道红色最暖的就是 alizarin crimson 哈、啊，最冷的我们是用我们可以用 cerulean blue 加白哈、啊，它就会最冷。所以这是 cerulean 加很多白的，然后一点点黄的会混合在一起的。那我们实际上看他脸，他并没有那么白啊，是我们把它强化出来。因此呢，待会儿我们这个地方的光线呢，我们就知道背景，我们就需要设计成光线从那边过来啊。因此我们这边会有一些雾状跟一些Phthalo Blue 的一个蓝色的混合，那样就会更浓啊，所以它的空间会做出来。好，就这样子。为什么这里要用绿色呢？我们刚才讲过，我们这是一个 high key， 对不对？有阴影的线，对不对？所有阴影的线，你在暗面你怎么办？你要补色，不然你看不到形状的。如果你两个色彩不是补色，你这眼球你根本看不到。假设我现在是橘色嘛，对不对？橘红嘛，对不对？假设这个红色呢，我用的是黄色，或者用咖啡好了，我用咖啡色。甚至用黑色，你大概都会用黑色，一般会用黑，对，没错，你会用黑色，对不 对？你就会看不到那个圆圆的边缘线。OK 哈，好，大家知道哈。好，我们下一节再聊。OK， 我们这一节我们要画的是它的一些细节。那这些细节呢，通常我们在定位以后呢，谢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用画刀，把盖子盖起来。画刀色彩啊，这些部分我们来去处理。那我们来拍一点缩时的摄影。啊，这一节啊，我们开始做一些坚硬的这种表达哈。那我来示范一下，我怎么样去推颜料。好比说这个鼻头，你可以看到鼻头这边反光，可是这边是有点红红的。那我们怎么把红色的放进去，而且呢，让它觉得它不是一块红色？然后我们就把要先用这是 cadmium red 的哈 ，cadmium red 你放进去，这是一块颜色，很红，对不对？很红，然后呢，把画刀擦干净啊，然后你把它推开。因为它还是湿的啊，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把形状放进去啊。你看，这不是跟那个鼻翼的那个颜色是一样的，然后带有红色，还几乎一模一样啊，是不是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我们下一次再聊，好，我们休息。大致上完成啊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帽檐那个有点反光的啊，跟它那个帽檐反光非常接近，对，但是用 cerulean blue 哈、啊、加上黑色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帽子的这种空间啊非常清楚啊，帽檐然后帽底都暗，这是 ivory black 啊纯黑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帽子没有用黑色，我们用蓝色去取代，你才会看到帽子的正面的反光。你再来看到的这个的交界啊，它就是代表它的人脸的形状的走势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是用一个 yellow ochre， 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混到一点点啊，非常少的白色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的脸呢，它是圆圆的，因为透光的感觉啊。最底下这边是用cadmium yellow light 或者 yellow deep
跟 Cadmium Red 它两个的混合色，因此它产生的脖子呢往里面凹陷然后伸展的一个空间，你们不会觉得说脖子这个头是剪贴上去的，它会形成一个空间。那最后你会看到头发我们加了一些色彩，所以这个都是在实际上人的身上，模特儿身上看不到，比如说这样的红色，在暗示着说光照到这里消失的瞬间快要出现光了，所以呢产生一些色彩。我们都色彩都产生在微光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就是有光跟没光的中间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放色。然后来看这里，这里的头发呢，我们放了一些开点 yellow light 跟 deep， 啊，甚至有部分加了白啊。这个跟实际上的模特儿的头发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做了一些改变。另外这个这边有加到白色，这边完全是色彩区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头发的原色。也就是说带有略有红色的部分，我们都把设计在这里，你甚至可以看出他的头发卷卷卷卷，就跟他原来现在看到的头发卷卷卷的那种感质感是一样的。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涂上一层很大的色块红色，对不对？那在干的过程中你会看到这个红色还在，有看到哈，所以这个色跟这个色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隐约看出来说那个地方头发比较少，所以产生头发卷卷卷的感觉，如果你是头发很密集直的它就不会动，就是因为卷碎它会透出它的肤色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，下次再聊。